记得爱床，我四床，他走了我来的。我觉得赵主任是给我最好的两个消息。刚开始去的时候，你拿我的 CD 看，他说你这个 CD 片子怎么这么好，怎么跑到火神山来了？听到我觉得真的现在很开心，我觉得哎还好还好，我应该知道是很轻的。或者三月八号的时候，赵主任跟我说，他说你明天可以出院了。我觉得三月八是给我最好的礼物。已经超越了平常的那个医患关系，其实就是朋友，就是一起曾经经历过一段难忘的岁月，就是战斗过的战斗的友情，但是不一样了。我们就是给你背一段词儿哈，从雨雪纷飞到春暖花开，再到蝉鸣莺飞，武汉挥别寂静，重现繁华。